看得挺着急的，需要把这些东西发过来了。这不是属于我算的，人家是属于我的。哎，后面再看，一个圈儿，是不是就是太远了，现在看不清了。这属于，咱就是这都是咱装修的，咱们没有设计到位的东西，就是说你要认为不错，我都可以不发，不承担的不发，真的不是这样。但是咱，没事，随便开好。那行，那行，咱不做。你说完哪个不是说就不发？那我们这边做，你看这不错，这做的，行了。